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樊凡老师。我们今天来学习周杰伦《反方向的钟》这首歌，原调变调夹夹在第三品，变调夹所处在的位置就是空弦，这里是一品、二品、三品、四品。先来看前奏 ，C 加九和弦，无名指五弦三品，小指二弦三品，先同时弹一和五，然后拨二弦，然后把小指放开拨零，二弦空弦。然后数字二，中指按住三弦二品，拨三弦。好 ，C 加九连起来就是哒哒哒哒。然后 D 和弦，我们从 C 加九换到 D 和弦，最后中指是按在三弦二品的，我们只需要把无名指抬起来就可以了，中指依然保持在三弦二品，这就是 D 和弦。弹四二三，节奏是哒哒哒，四二三。第一小节两个和弦连起来，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 E M 和弦，中指按住四弦二品，先同时拨六弦和四弦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助用食指来拨四弦，大拇指来拨六弦，然后把中指放开拨四弦空弦。然后一个G弦G在四弦二品，我们把中指G回四弦二品，先拨四弦空弦。然后中指敲上去就制造出二品的声音，不需要右手来弹奏。二品之后一个叉拨三弦，这小节节奏是哒哒哒哒，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哒哒哒。这就是前奏的两小节，这两小节重复一次，总的四小节就组成了前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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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
台词。咪，最后一拍的后半拍唱咪，然后迷迷蒙蒙 C 大七和弦，无名指五弦三品，中指四弦二品，弹五三二三。咪蒙蒙你 D 和弦，食指三弦二品，无名指二弦三品，弹四三二三。给的梦出，出现裂缝，耶猛和弦，什么都不用按，弹六三二三一三二三。弦裂缝，隐隐作痛，真。怎么沟通 ？C 大七和弦，五三二三。怎么沟通？你 D 和弦都没空说。E M 和弦，我不懂，说了没用。他的笑容 C 大七的笑容有 D 和弦和不同在。你心中 emo 什么都不用按，六三二三一三二三。你心中我不再手中握的天空，的天空是 D 和弦，雨是风还 emo 是彩虹，你在草中。然后恨自己没有用 B 七斜杠升 D。食指按住四弦一品，弹四三二三。恨自己真的没用，把食指放开，四三二三。真的没用。升 C M 七减五，无名指按住五弦四品，弹五三二三一三二三。情绪激动。一颗心到现在 ，B 七斜杠升 D， 四弦一品，四三二三。一颗心。放开，到现在还在抽痛，升 C M 七减五，五三二三一三二三，在抽痛，还未分手。C 和弦，无名指五弦三品，食指二弦一品，还五三二三一三二三，还未分手前。那句抱歉，升 FM 七减五，我们从 C 和弦换到升 FM 七减五，食指保持在二弦一品不要动，把无名指抬起来，中指按住六弦二品，无名指按住三弦二品，弹六三二三一三二三。那句抱歉，再感动。B 七是一个大横按，食指按住一到五弦的二品，食指按住五根弦。我们横按的时候，大拇指指肚顶在琴颈的正后方，不要弯曲，伸直，用指肚去顶。大拇指跟中指是对齐的。食指按住一到五弦的二品，无名指按住四弦四品，小指按住二弦四品。大拇指的位置跟中指是差不多一条线，两边对向相夹。这个和弦弹五三二三一三二三。弹完之后，一个扫弦节奏，下下下上，下下下上，下下下上。如果你控制不好节奏，就把第一个下扫摆四次手，下，然后下下上，节奏就是下啊啊啊，下回来下上，这是慢动作，下下下上。然后 C 和弦，无名指五弦三品，中指四弦二品，食指二弦一品，一个下扫。换了 D 和弦，食指三弦二品，无名指二弦三品，中指一弦二品，一个下。好，这小节三个和弦，节奏是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下上下。下，然后到副歌部分都是扫弦，节奏型是下下下下上，每一个和弦都是下下下下上，有的和弦是扫一次，有的和弦是扫两次，那怎么控制这个节奏型呢？依然是下回来下回来下回来下上，注意摆手的频率，下下下上 ，C 和弦下下下下上。下回来下回来下回来下上。穿梭时间的话，穿梭时间的话，
画面的中，一 M 和弦，中指五弦二平，无名指四弦二平，两次下下下下上。然后重返方向 ，C 和弦，重返方向 ，D 和弦，开始 ，E M， 移动 ，C 和弦，回到当初 ，D 和弦，爱你 ，E M 的时空 ，C 和弦。D 和弦，不走，然后 E M， 两次，副歌重复一次扫弦，歌词换一下，我扫慢一点。所有回忆对着我轻动，我的伤口被你拆封。然后是间奏，间奏的话我把它改编成了扫弦， C 和弦依然一样的节奏型扫两次， D 和弦两次， E M 和弦两次，再来一个 E M 和弦两次。然后到 rap 部分也是一样的扫弦节奏型， C 和弦，甚至霓虹不安跳动， D 和弦，染红夜空过去中， E M 和弦，总像一场梦，不敢去碰，一想就痛心碎。内容每一秒钟 C 和弦，内容每一秒钟都有， D 和弦，不同你不懂，连E-M 和弦，一句珍重也有苦衷，也不想送寒风中。C 和弦，废墟烟囱停止转动。D 和弦，一切落空在人海。注意摆手的频率，有的时候摆空手是对应一个字的哈。E-M 和弦，中盲目跟从别人的梦，全面放纵恨。C 和弦，有用疗伤止痛不在。D 和弦，感动没有梦。痛，这痛是对上扫。E M 和弦，不知轻重泪水，水是对上空哈。鲜红下上，全面放纵啊。注意上空对的位置，这就是 rap。 然后又是一个间奏，也是扫弦， C 和弦下下下下上， D 和弦下下下下上，然后 EM 这里是下下下下上刷二，节奏是哒哒哒哒哒啊，哒哒哒哒哒啊，然后反复到恨自己真的没用，情绪激动，一直唱到副歌，唱到脸上汹涌时候，然后再唱一遍副歌，穿梭时间的画面中，唱一遍副歌之后就渐弱结束。以上就是这首歌，大家跟着我勤加练习，一定能够掌握。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